个试管婴儿在测量卵泡，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大小。嗯，今天是月经的第十天，我们今天看一下，长是1.87，宽的话是1.3，3.1，这是1.6，所以大概是明天打排卵针，后天取卵，这是右边的卵巢，这是左边的卵巢。